接下来要带观众品尝香酥鸡卷和鱼片粥。这家在云林斗六的店家，鸡卷特别的地方就是完全不加鱼浆，内馅咬劲扎实，外皮酥脆，还有选用大骨熬煮汤汁的正统海鲜粥，已经热卖20多年，成为当地高贵不贵的招牌美食。现炸金黄香酥的鸡卷，切开来，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，淋上浓郁的酱汁，搭配自制的腌黄瓜，解油腻。内馅咬劲扎实，肉汁四溢，外皮酥脆，让鸡卷口感更加分。他们的鸡卷吃起来就是很 juicy， 然后外面的表皮也不会太柴，所以这是我很喜欢的原因。拢无迄个防腐剂，拢干那规条鸡筋啊，迄个肉吼，拢浸红糟吼，浸芥末才做，安尼较有味道呢。啊肉吼，啊个蔬菜三种的青菜来包。王张秀美做鸡卷的技术来自广东师傅，20多年来坚持不用鱼浆。主要食材包括了豆皮、洋葱、豆薯、青葱和去筋的猪大腿肉，手工豆腐皮香脆不吸油。他们的鸡卷啊，用料丰富，里面有吃起来很有嚼劲，然后也不会太油腻，比较不会有负担的，所以我们常来吃。这种豆腐煎的吼，搁煎尽量算咱若要搁食好烧，搁煎好烧吼，永远拢酥酥啦。除了鸡卷，广东师傅传授的正统广东粥海鲜粥，对汤汁和米粒的烹调方法更讲究。这碗鱼片粥就是采用进口的高级鲑鱼熬煮而成的。像我们的粥是用大骨先熬汤起来，然后再用胚芽米，还有一般的白米，然后再熬制好几个小时之后，再跟我们的配料煮熟，这样子。看似清淡的粥品，其实配料非常丰富。熬煮到非常黏密的米饭跟汤头，连小朋友都爱吃。添加一瓢金黄色蛋酥，让整碗粥美味再加分。新唐人亚洲电视廖丽芬、台湾云林采访报道。